你现在开始问吧。问什么呀？问我在东宁的情况啊。我已经决定今天不问。你真的不问啊？真的不问。你去把那包给我拿过来。干嘛？你去呀。 局里的钱，还有这么多，30万。我从来没想过能赚这么多的钱。之前我只是帮着局里改革，我就是想，干活的和不干活的，就是有区别，就不能一样。我从来没想过害谁，也没想出过风头。他们投票让我下岗，逼着我去南方。 我就去，从出门那一天起，我就想好了，就是累死累活，我也不会后退的。我一定要坚持住，我要挺住，吃多少苦，受多少累，我都要证明我自己，证明我自己有能力。志平，我做到了。 可是牺牲我们的孩子！来来来，每人一个。谢谢姐姐。什么呀？姐。 这可是进口的录音机啊，现在是最好的。我们学校有一台，要3000多块钱呢。3000多？没没没没，在那儿买没那么贵。嫂子，不好意思问一下啊，你说你又买彩电、洗衣机还有冰箱，那你挣多少钱啊？也没挣多少钱，几万块钱吧。几万？嫂子，你挣了几万块钱啊？ 在人那儿啊，叫撒撒水。撒撒水。他们在那儿挣几百万、几千万的人，到处都是。哼。学的还挺快。这得先放洗衣粉吧？啊，先放洗衣粉。放粉啊。哎，你们谁还有脏衣服？李林，让窗内脏衣服脱下，我给你洗洗。 我就不用洗了，洗了我就没得换了。以前找我一件干净的换上。洗吧洗吧，去。行，我还没有洗衣服过衣服呢。<笑>我之前听哥说，从他答应嫂子去广东那刻起，他就做好了帮嫂子一辈子还债的准备。所以这大半年其实我特别为哥担心。现在好了。 嫂子也挣钱回来了，哥也不用还债了。哎，老公，你说嫂子挣多少钱啊？我觉得起码得10几万，她买全套家具呢。
老板打个电话啊。那个多少号来着？我来拨吧。哎。佟老板，你说。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。哎哎喂喂哎哎对对对姐，我是李林，啊你说吧李林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哎呀，就是我和志华也想去广东，去你那儿，你们想来广东啊？是那个，啊怎么跟你说呢姐，那个你看啊，嫂子去广东也赚钱了吧，你也赚钱了，就我现在的情况吧，在体委是可不好混了，混得特别僵，跟他们。都没法干了，那个，所以我跟志华也商量了，我们俩也想去广东，去你那儿。李林啊，你说的这事儿呢，也不是小事儿。这样，我跟你姐夫呀，回头商量商量，我给你打回去啊。好吧，嗯，行，你放心吧。好好好，好，再见，嗯。谁呀？哦，李林。怎么了？他俩想来广东。怎么说嘛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不去就不去呗。基本同意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吃饭去啊！李林哥哥脑子一热就去了广东。据说当时像李林哥哥这样下海的人，全国大约有3000万。我真想知道，这3000万人现在都怎么样了？你们过得还好吗？他俩现在的体委的处境啊，跟咱们那会儿在医院的处境差不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肯定是看着嫂子挣钱回去，心痒痒，也想来。是啊，那你赶紧想想办法，给他俩找份工作。这咱家这个老是你动嘴儿，我跑腿儿。你认识人那么多。好。我琢磨琢磨，好啊，那我先出去一趟。行，嗯，谢谢啦。你吓人！你看这上面就写的嘛，交完了局里的钱，剩下的钱都归承包者。是，要按你跟局里签这合同呢，这钱你可以拿。就是可以拿吗？可我就是觉得这钱太多了。咱不说。谁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就是想给美美和初四五一人25000，毕竟刚去的时候他们俩跟着我吃了不少苦。可以，给他们钱是应该的。那会儿你去广东的时候，我怕你赔钱，每天睡不着觉。这会儿你赚了钱回来了，我还是睡不着觉。你说要让别人知道。赚这么多钱回来该怎么想啊？知道就知道，凭本事挣的，有什么怕的？我又不是偷来，不是抢来的。我也知道，尽量不让他们知道啊。你记住，明天你去局里之前，一定要跟四五和妹妹商量好，因为后几个月他们俩就不再这么多。局里要问你怎么赚的钱，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口径。你提醒的太对了。哎呀，你不是看过了吗？你还看？睡觉。姐儿，你把该交的钱和赔了的钱都赚回来了。啊，你太厉害了！太了不起了！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可以重见天日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姐。这段时间我们等你等的呀，那就跟特务接头似的。对、啊，你看我这头发都等白了。得了吧，没有，我们都请您的做便宜呀。哎，你们还是别高兴太早，咱是不是得把跟局里汇报的情况好好统一一下？那肯定的。哎，姐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说漏嘴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听了你们的汇报以后啊，我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你们三位女同志
在那儿举目无亲，孤立无援，几次上当受骗，又几次重新振作起来，不容易啊。短短的八个月，你们完成了一年的任务，了不起啊。何局长说的不错，你们确实了不起。前几天我到市里头去开会，市领导啊还特意讲了我市各局派到南方建经济窗口，结果怎么样？绝大部分都是以失败告终。为什么失败？我想啊，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情况，适应不了经济特区的环境，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，所以他们才失败。起初啊，我还真为你们担心呢，没想到你们倒是凯旋回来了。何局长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三位同志在广东的工作，我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和表彰。对，这种精神呢，就应该大力的宣扬，大力的表彰。我看这样啊，你们办公室牵个头，咱们开个报告会，让周云同志给大家讲讲他们在广东是怎么奋斗的，是怎么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的。另外呢，把他们材料呢整理一下，我要上报给他们三位请功。喂，哪位？是长兴体校？哦，好的，您等一下啊。老林，电话。谁呀？是个女的，声音还挺好听啊。燕子，你又开始涮我是不是？你再涮我哪天我就跟你急，一顿收拾。喂，我是李林。真的吗？行行，我现在马上就去告诉他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呦喂！志华，陈志华，老婆，志华，怎么了？下来！怎么了？下来！快下来！别叫了，我来了。慢点。给我打电话了，同意咱们去广州了。那咱们的工作呢？甭说工作，连房子家具全有了。真的？到时候你当那个质检员，我当厂长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哎呦喂，大同志，开始回家了。当时我们在广东，是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去卖松花蛋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卖松花蛋的小贺他是个骗子，他卖给我们的松花蛋有一半都是土豆。结果卖到第四天的时候，工商局就来人把我们给抓走了，罚我们的款，没收我们的松花蛋。我就哭，我拼命的哭，我把眼睛哭红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刘梅，你把你们那个买摊位那事儿给说说，那挺有意思的啊！大家欢迎。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大家好。我现在汇报一下我们卖摊位的经过。东宁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，这个市场一共有10000多个摊位。其实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是想考察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做服装生意。我们三个人整整在服装市场守了半个多月，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去，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。但到后来，哎，我们发现这个卖服装不如卖摊位赚钱。我们卖服装一年只能赚4万块钱，
但是我们如果要是能买到摊位，再转手交给别人的话，一个摊位就能赚30000块钱。考察结束以后，周云召集我们开了整整2天的会，我们最后决定要买2个摊位。至于我们是怎么买到的摊位，我现在就不说了。反正这个过程比我们卖松花蛋还要艰难。我们就这样买了摊位，又把摊位卖出去，我们就完成了局里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我的话讲完了。好，下面啊，我们鼓掌热烈欢迎周云同志给大家讲讲在东宁的事儿。鼓掌。我刚发现这美美和初四五真能说。嗯，就我们在广州买饭馆的事儿，不管真的假的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比真的还真，弄得听的人都直流眼泪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就说了几句，我就说，通过在广东的生活，深刻的知道了我们的城市和沿海城市最大的区别，不仅仅是金钱，主要还是思想。要想发家致富，必须得改变我们的思想。后来，给我了一个2等功，给美美和四五一个3等功。坐在台上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他们要知道我赚这么多钱，还能给我立这功吗？那你现在回来了，局里怎么安排啊？局里找我了。说让我去当一个办公室副主任，我当时也没想好，就没答应。小云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局里来。当然了，只要你自己高兴，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真的？真的我想去哪儿你都不管啊？我能管得住吗？那我要是还想去广东呢？你敢吗？你要是敢回广东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你等着，老公。嗯。你说咱们要是去广东了的话，咱妈怎么办呀？我都跟妈说好了，让她先回东北，在姐姐家住几天，然后咱们在广东挣完钱，站稳了脚，就把她给接过去。老公，你说咱们要不再跟我姐说说，咱们调动过去行不行？你说能不能不辞职啊？姐说不行，你去就得辞职。再说你去了，你到时候一个月1000，我1500，工资比这儿多得多。你就别担心啊，别害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觉得，你看啊，咱们好不容易才毕业了，参加工作，又辞职了，那等于什么都没了。唉，反正是长兴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你想，你说姐、姐夫他们去广东都发财了，就凭咱俩的实力，我保证不出3年，肯定就能挣10万块钱。咱们也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啊，他们发财，咱们凭什么发不了财？我也可以辞职，但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必须得跟我哥说。而且得得到我哥的同意才可以。去年我姐他们去广东，我哥生好大的气呢，而且好几个月都不跟他说话。我可不想我哥生我的气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哥同意，哎，我们俩就可以去广东，对吧？嗯。如果我哥同意了，我就跟你去广东。哦，明白。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姐，我们能有今天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当初我和美美离开东宁的时候，你那么劝我们，我们都没留下，把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丢在那儿，我觉得特别内疚，挺对不起你的。可你没记仇，不但把广东欠的债帮我们还了，还让我们立了功。我刚接到通知，我调到后勤办公室了，我再也不用扫地了。对对对，还有我，
我也调到后勤办公室了。真的？嗯。姐，这份情我永远忘不了。嗯。行了行了。对，姐，你以后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。干杯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为了我们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，为了我们曾经流过的眼泪，更为了我们比亲姐妹还亲的革命友谊，来干杯干杯干杯。姐干。先等会儿。啊，等会儿我还有话说呢。你们走了以后呢，我挣着钱了，交了跟局里签合同的钱，还剩下一些。哎，但是你们得答应我，不能传出去。虽然这在合同范围内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传出去毕竟不好。不说，我们保证不说。不说。姐，这是我们的。嗯。这得多少钱？这里多少钱呀？一个人25000。我们什么也没干呀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哎，你收着收着，姐给的你必须留着，得拿着拿着拿着，收好了。哎，那谢谢姐。刚去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既然挣着钱了，有我的，就有你们的。但是必须保证，不许说出去啊。哦，不说不说，绝对不说，我连老公都不说。干杯干杯，对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，姐，来干杯。哎，四五啊，我算好了，你看买台冰箱2200，再买台彩电2500。2500太贵了吧，要不买台国产的吧。你怎么这么抠门啊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当然得享受进口大彩电了。还有啊，这个家具都这么旧了，我们应做套新的，5000块钱。说你什么好啊，你还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，能这么花钱吗？咱还有儿子呢，等咱儿子将来长大了不得娶媳妇啊。不行，我这钱得给我儿子多存点。看你说的，咱们这钱不是白赚回来的吗？白赚的钱当然得白花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这会儿啊就一次过把所有的家电全买齐了，这录音机、录像机、音响。谁啊？等会儿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快快进来！我跟我们家老刘吵架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钱。哎，你说我拿回去25000块钱，我家老刘他不但不高兴，他骂我傻瓜。为什么呀？他说周云能给我们25000块，自己肯定拿了几十万。他问我当时为什么没留在东宁。哎，我一想，我这也是拿回钱来了，我要拿不回来，他是赔了呢。哎，有道理啊，老刘说的有道理。你们俩想想啊，如果周云没有赚几十万，他怎么会舍得分你们几万块呢？你们这次亏大了。想当初啊，你们两个是跟他一起挨苦啊，凭什么他现在一个人拿几十万，你们两个才分那么点啊？我们家老刘也这么说。等会儿等会儿，你们俩把我说乱了。姐是这样的人吗？反正是自从打完唐校长，我在体委的日子就不好过。
我早就想离开。这不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去广东，我就跟志华商量一下。但志华和我说，想去可以啊，得经过哥你的同意。我说这些，就是想征求您的意见。丽玲，如果你是铁了心想去广东，那谁也拦不住你。如果你要征求我的意见呢，我不同意你辞职。你和志华，一个教书，一个在体委，这房子也有了，平平安安日子过着，多好。哥，我得挣钱吧，我得养我妈，养志华，我们俩生孩子也要钱。你看咱们一大家子人，姐夫发财了，嫂子也发财了，就志华我们俩穷。那这样吧，你如果要不支持，我们俩去广东。反正我也得去，我就自己去。还有哥，你原谅我说话不算数，没有留下来陪你。行吧，你们俩的事儿自己决定吧。啊，你说这人都是怎么了？都想着往广东跑。那广东到底有什么好？现在国家在变，社会在变。你的想法也得变变。你要问我广东好哪儿好，我告诉你，广东就是好，就是比长兴好。在广东，你只要能干肯干，你就有施展个人才华的地方，你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。在长兴，你怕的是跟领导搞不好关系，自己受委屈；在广东，你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力。我告诉你，周英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。就算是在长兴，只要你肯干，你能干，一样能得到领导的赏。如果我现在能调到经委，不就是因为我在服务公司干得好吗？你在服务公司干得好，那也是广东那边收了你的猪啊，你赚的还是广州的钱。没有广东，你能赚钱吗？就说永明他们吧，去了广东才两年，好房子也住上了，几十万的存款也有了，这你是看到的呀。你知道广东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在长兴，你什么都不用想。有领导呢，领导让你去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可在广东就不一样，你每天都得想我该干什么能干什么，你无时无刻的不得打出120分的精神，走路你得跑，干活你得拼。虽然是在广东累，可是你个人才华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，不是只赚到钱。咱们现在说的是李玲跟志华他们俩辞职的事，广东广东好怎么了？他能解决我现在这问题？你要是真对他们好，他们想辞职你也别拦着，他们有权利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。行，我把猪贩到广东挣了钱了，我现在把一家人也卖到广东去了，去都去吧啊！你这不是搬杠吗？到了广东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要跟志芳、永明他们商量啊。哥，我跟志华到广东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脾气这么冲动。记住啊，遇事你可千万不能动手，你一动手就得伤人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到了广东之后，我这两只手我放在裤兜里，我不拿出来，行吗？你哥说的话你可记住了。放心吧，记住了。好吧，那个我先出去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啊。你干嘛去啊？等我一下。长兴，你听着，我李林去广东赚钱了，如果我赚不到钱，绝不会回来。早，我有事儿，姐，干嘛去啊？有事儿呢。我这刚从广州回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啊？你们听谁说的？甭管听谁说的吧，这得是事实。
周云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反应太恶劣了。您到底管不管呢？我知道几十万。我也要求局里面给我们50万，我也去广东赚钱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头我会尽快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何局长。行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工作吧，这样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。李林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别跑，别跑，志文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慢点，李林，哎，吓死你了，李林，你好，你好，挺好的吧，你们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行李呢？啊，就两个背包就来了，哎，挺好，挺好，走走走走，想你，走走走，挺好的吧，你们，挺好的，姐，姐夫。这是火车，我们俩都坐过。寒假暑假咱们一块儿回家呀，全坐火车。但是从来没遇过这么多人。对，人特多，跟下饺似的，乌泱乌泱的。人太多了，你不知道现在到广东的人啊特别多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人们奔广东来，就像解放前奔延安似的，那个热血青年奔延安。他们来干嘛呀？干嘛？你来干嘛呀？你来干嘛？你带铲子了吗？什么？伐金山的铲子呀，你没带？哎，哪有啊？得在这儿。我告诉你，有本事的人啪啪啪啪的捞钱，没本事的人连个热屁都抓不着一个。那你赶出这么多人，全有本事啊？啊，你看，不脱了吧？你看，您穿的高领子，是是，身份的象征。衣服挺好。咱们北方哪有这绿色？哪有这绿色？你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去大排档。今天那个大排档就算了，咱们去一个好点的地方啊！啊，还头一次来，咱们找一个好地方。那来，别的，咱去吃那个什么吧，早茶吧。早茶广东还是挺有名的，他们吃早茶能吃3个小时呢。哎，别，那早茶也算了，那个谁，志华不喝茶，真不喝茶，睡不着觉。人家不是茶，确实早茶，你听着，那早上喝茶睡不着觉。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那个这广东啊，早茶、下午茶还有晚上的宵夜，是什么呢？早茶呢？早饭。我们代表财务科、业务科、后勤科3个科室的同志反映的问题，你们到底管还是不管？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何局长，我们强烈要求，对周云同志的问题，必须彻底清场，严肃处理。几十万块钱他都敢拿，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犯法。我跟你说啊，有意见可以提，但是绝不能歪曲事实。周云同志拿的钱绝不是贪污的，他是跟局里订了合同的，他那张拿这笔钱是合法的，他是有权拿这笔钱的。至于呢，这个问题怎么处理，等我们局党委研究以后呢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大家先安下心来，好好的工作啊。局里边知道我挣钱的事儿？他们不知道。还能有谁啊？四五和美美呗。叛徒，当时答应我，骗了好几拨人去找局里，说要求要处分我。其实咱当初也不该瞒着局里说没挣到钱，就直说呗，反正有合同，这钱也该得呀。我不是怕他们知道我挣那么多钱眼红吗？咱挣那么多钱，他们拿死工资，能不眼红吗？再说了，本来也是我拿的，该。我告诉你，这还是个麻烦事儿，你得有点思想准备。我准备什么呀？我就不信他们不按合同办。你不交钱，我同意。但如果真的领导找你谈话，你一定要注意态度，千万别和他们闹僵了啊。第一天，和千千万万下海的人一样，志华姐和李林哥都失眠了。他们向往着挣更多的钱，向往着更富足的生活。他拥有着让人向上的力量。老婆，怎么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。昨天晚上坐一夜的火车，你都不睡，现在你不困？
可能是这房子太大了，我在长兴都住惯小房子了，突然换这么大房子，我不适应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适应，太大了。哎，老公，原来老听姐说广东好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你说就这么小小一个镇，居然比咱们长兴市还要好看。我到了广东，我才明白。哎呦，还是改革开放好啊！你看姐、姐夫他们过得多好啊！你知道姐夫今天请咱们吃饭花多少钱吗？多少？1500。这么多？我在体校半年工资啊。老公，哎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我觉得姐跟姐夫对咱俩太好了。你说这么大一房子，家具、电器全都送给咱们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10万。10万。嗯。你说，以后这么大房子住着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、洗衣服，全都可以在家里。有这么样的房子住，我就知足了。这你就知足了？你知道姐姐他们住什么吗？别墅。但咱俩怎么跟他们比呢？他们都是医生，赚钱容易。他怎么就不能比呢？啊，3年，就3年，我保证咱们和他们过的一样的日子。你没听姐夫说吗？在广东这个地方，只要你肯干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嫂子，8个月30万，咱们凭什么不行？是吧？哎呀，嗯，老公，哎，那你说？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生个孩子了？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要赚钱。但是再不生，咱妈都快急死了。那我也一定要赚够10万块钱再生孩子。怎么又成10万了？你上次不是说5000吗？人姐夫都说了，在广东10万块钱以下的人是穷人。你希望咱儿子一出生就是穷人吗？那你说吧。什么时候生？2年，就2年。2年之内，我一定赚够10万块钱。到那时候，我就买一座属于咱们自己的大房子，我再买一辆高级小汽车，我开上它，我就上火车站。不行，我得上飞机场把妈接过来。然后你不喜欢旅游吗？我天天拉着你。各种地方随便去，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。好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哎，不过说好了啊，赚够10万，咱就生孩子。行，赚够10万就生孩子。龙老板有2个厂，这是其中1个。那至少有多少人？加上你。79个人吧，那这厂子79个人。为什么呀，警长？咱这个长兴国营大厂你都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厂房豁大，人豁多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嘿，不出效益，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啊。工人们上班，打扑克，睡觉，嗑瓜子儿，织毛衣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对，谁敢管？谁不敢管啊？对吧？你管一个，那仨都打你。这儿不一样，这是给
私人老板在干，对吧？从管理上说，国营企业偷东西的，浪费材料的，比比皆是吧？对不对？这儿看不着，不可能。车间有两个流动哨，发现了真开除呢，饭碗就没了，谁敢？对不对？开发产品，这叫市场经济，就是市场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生产什么；市场不需要，咱坚决不生产。国营不一样，计划经济。还有，咱这是计件，你知道什么叫计件吗？我慢慢跟你聊。这计件啊，就是你今儿干了多少，完成了58件吧，你就拿58件的钱。那个12件完成了，还勉勉强强的，他就拿那么点钱。哎呦，这个好，在咱们这儿挣点钱，人就眼红。对呀，丽丽，我听说了，一在体校，好不容易办个班挣点钱，还让人给没收了，是不是？没多少进去了。我听说了，你揍他来着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该揍他，拘好几天呢。当锻炼，当锻炼。所以说来这儿，来这儿就对了，啊。岁月像解冻的河流，反映着青春澎湃的波浪，奔向一个叫梦想的地方，简单的行囊里面那颗心激动得无处安放。岁月如大江如海，满载着大风大浪的躁动，沉淀在一个行囊里面那颗心，是否和从前一样？